棍节刚刚过完，36岁的刘谦马上跟富家小姐王希怡传出绯闻，两人被拍到一起回公寓甜蜜过夜。刘谦刚刚送走上一位香港嫩模李韵，又迎来这位天才级女友，果然大师不是盖的，不论泡妞还是玩魔术的手段同样高明。众屌丝正要羡慕嫉妒恨，不巧的是，随即有细心网友发现，这位白富美女友王希怡的惊艳上位，完全是刘谦精心策划的一次偷拍事件。当天深夜，刘谦在多名助理的陪伴下出现在机场，他身穿一件深色带花纹的毛衣，文艺范儿十足。出闸口时，两位男士立即迎上来，他们边走边聊，刘谦不禁连连点头。随后众人停下脚步，仔细计划行走路线。随后在朋友的指点下，刘谦一度转身返回，再重新走过，之后来到机场车库，刘谦快步走向自己的奔驰座驾。开车的司机正是新晋女友王希怡，他头戴白色皮帽，显得非常活泼，两人摆放行李时有说有笑，举止动作十分亲密。最后经过几十分钟车程，两人一起回到刘谦位于东二环附近的高级公寓。根据网友人肉，这位富家千金王希怡虽然比刘谦小10岁，但来头可不小。墨尔本留学归来，曾经是 UP Girls 成员，最耀眼的身份是著名的利家菜第三代传人，一手执掌宫廷家族在全球的多家利家菜餐厅，家底十分雄厚，学历高，身材好，家底足，再加上年轻有为，难怪刘谦要对这位女友格外上心了。